签好字了。罗毅啊，我这辈子欠你太多了，你对我的好，我一辈子都感激你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也没有100万给你，这套房子，包括我收藏那些古董，加起来也值这个数了。你留着吧，够你下半辈子用的。真是悲哀呀！到了这个时候，你都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。唐仲奇，这20多年，看来我是跟你白过了。这些东西可以补偿我这么多年的付出吗？我告诉你吧，钱、古董、房子，这些东西在我的眼里一文不值。你自己留好吧。你还需要我怎么做呢？你就说吧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你离了婚就去找安敏芝吧。你们一家三口可以团圆了，你好好过你的日子吧。我祝你们幸福。罗毅啊，你自己要多保重。你看你心脏不好，血压又高，别忘了每天吃药。你愿意做家务，当然也好，活动活动，不愿做的时候千万不要做了，去女儿那儿住好吧。其实请个小时工没有多少钱，你说呢？哦，对了，我那两只小乌龟，你抽空帮我喂一下。好了，什么都不说了，我走了。喂喂，是我，我想单独和你说几句话。你现在有时间吗？你在哪儿啊？我就在你经常买菜路过那个小店门口。好吧，我过去。我就是来看看你，说两句话就走。你身体感觉怎么样？这几天还可以。有事儿吗？
没什么事儿，你得注意休息啊！我希望你尽快把病治好。女儿、儿子、晶晶，他们都离不开你。啊，这点钱你收好。我不是想拿钱摆平什么事情，就是一点心意，收下吧。 说，我知道你治病，包括你以后的生活，女儿都会管你的。我也不想说什么对不起了。这话我说的太多，再说的话我自己都不自在。你给女儿和子仁说，你这么说。 我这个爸爸，我这个老师，都没当好。你是怎么了？叫我出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吗？怎么好像要出远门似的？对，我是要出远门，出趟差。我这就要走了。 罗莹，你自己要多保重。你愿意做家务，当然也好，活动活动；不愿意做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做了。去女儿那儿住，好吧？哦，对了，我那两只小乌龟，你抽空帮我喂一下。好了，什么都不说了。 我希望你能把病治好。女儿、儿子还有晶晶，都离不开你。我这里给你留点钱，这回你可别说我又拿钱来摆平什么，这钱算我一点心意，你一定要收下。钱不多，治病和你以后的生活，女儿都会管你的。明智。 我也不想和你说什么对不起了。以前这话我说的太多了，再说我自己都听得不自在。你好好照顾女儿，你告诉女儿和子辰，就说我这个老师，这个爸爸都没当好。 接到你爸爸的电话，说是有事儿，我出去跟他见了一面。他跟我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就走了。我怎么觉得他有点不大对劲儿啊？子辰，你们最近有没有要出差的任务啊？没有，我们之前那个项目已经停了。是吗？ 子辰吗？哦，师母，怎么了？没有啊。
老师没在我们这儿。你老师情绪好像不太对，我害怕他出什么事儿，你帮我马上找到他，要快，子辰。好，师母，我知道了，您先别着急，我们现在就去找他。嗯。怎么了？老师可能会出事儿。老师，老师，妈，好像不在这儿，上面有个悬崖，我们去上面看看吧。走，妈，走。过去，曾经有一段日子，我无休止地想到过死亡，尤其在深夜，在一片黑暗中，我想过死亡的问题，想得我浑身发抖。恐惧感包围了我的身体和灵魂，直到这几天，当我又一次想到死的时候，我的心反而平静了。古人说，朝闻道兮死可也，当悟出这个道，死的畏惧也不存在了。我也曾经想过，我是为了竞争的惨败而想到死吗？还是为了我对亲人们的负罪而不能活了。我一生追求完美，却落得一败涂地。我时时注重德高望重，却做出了最龌龊、最令人不齿的事情。所以，我没有理由再活下去。活着，我只能面对世人鄙视的目光，那太难受了。老师，你们别过来！爸，爸，我们回家吧，我们回家。我求你别这样，不管你以前做了什么，做错了什么，我们都能原谅你。我能，妈妈能，子辰能，静静也能。爸，我求你，我不能没有你，爸，你回来。你回来，谭卫国。妈，妈，你醒醒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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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妈，妈，妈，你干嘛要去轻生啊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该消失的不是你。是我，是我安敏之。你别这样说，我是一时糊涂。你就放心吧，我会好好活着。你就别去了，我去求他好不好？啊，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。不行。我必须去。罗伊啊，安敏芝她带着孩子们来看你，去见见吧。他现在身体情况很不好。
师母，你看，我今天把他们都叫来了，我想当着他们的面，把我心里的话告诉你。都是我的错，我无意当中闯进了你们的生活，我来到江城，把你们的生活搞乱了。我早就应该离开的，因为我从心里一点都不想伤害你们，我真的不想把你们的家搞成这样。可是我一直控制不住的，不愿意走，一直固执的想留在这儿，是因为太想和女儿在一起了，所以才把你们的生活搞得一团糟。我今天来就是想求您原谅我的，把一切都怪在我身上吧，别怪唐教授了，其实他也瞒过我，欺骗过我，甚至欺骗我说我们的女儿已经死了，但是我想他现在应该知道自己的问题了，他都想去死了，所以师母，请您一定要原谅他，行吗？师母，我想替我妈说句话，我从小到大就没有看见我妈妈欺负过谁，害过谁，从来没有，她更不会伤害您。她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惦记堂堂，舍不下自己的女儿。我妈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肺腑之言，如果我妈真的不小心伤害到你，在这里我替我妈向您道歉。师母，你们都是女人，如果换作是您，我相信您也会这么做的。子辰，你不要说了，你快扶你妈妈坐下吧。师母，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，我们是真心希望你们和好的。我相信，我相信。你看你的脸色那么不好，你快坐下说吧。我真是太失败了，所有发生的这些事情我都想捂，捂来捂去结果什么都没捂住，我本意不想伤害你，结果伤害你伤得最重，也伤害了安敏芝，伤害了女儿，我现在后悔都没用了。不管是在你眼里还是在别人眼里，算个什么东西？所以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洛英，我感觉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我请你原谅我。正奇，你让我跟你说心里话吗？
在我想到你要自杀的那一刻，我就原谅你了。真的，人的感情真是说不清楚的。那一刻，我的心里一下子空了。我特别害怕，怕极了。人呐，20多年的感情，真不是一下子能割舍的。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你一定要。活着回来，好好的回来，什么都原谅你。我也真恨你，真想骂你。你自己那么痛苦，那么无助，那么煎熬，你为什么就不告诉我？你不是一直都说我是最能理解你，也是你最信任的人吗？钟琪，要说这辈子我还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那就是在当校长的这件事上，我心里真的很难受。所以，钟琪，我也对不起你了。我也想请求你对我的原谅。说实话，我也不该当这个校长，我实在是没这个资格。我既没有博大的胸怀，也没有坦荡无私的境界。无论是天意还是人意，我都不该当这个校长。以后我就好好做我的学问吧。我能当一个好老师，一个好丈夫，一个好父亲，过去的事就过去吧。钟琪，明天咱们一起去看看敏芝吧。来来去去已经多少回了，最舍不得的还是女儿，但现在为了你爸爸的家，我还是离开吧。腾腾，你能理解妈妈吗？妈妈呀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么晚了。我们不放心你，所以过来看看。青青呢？你放心吧，她已经睡了。那你们坐一会儿就回去吧，他一个人在家不放心的。嗯。啊。怎么样？感觉？子晨，妈妈不想再花钱了，这么大年纪了，换个肾不值得。妈，你要是再这么说，我就生气了。我知道你们的心。妈真希望你们两个是最有缘分的人，成为一对最好的爱人。
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份感情啊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珍惜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等一会儿早点回去啊，我这儿有护士照顾，没问题的。你再陪会儿你吧，既然都来了。是啊。儿子，女儿，这回妈妈真的要走了，你们也找不到我。妈妈会在遥远的地方看着你们好好生活。女儿，只要有你的歌，妈妈就会有你们的消息。我会听着你的歌，好好活下去。罗英，罗英，咱们去医院。怎么了？我感觉安敏芝有事儿，走，去医院。妈妈要走了，妈妈就在这儿和你们告别吧。敏芝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俩就怕你悄悄溜走，你哪儿都不能去，你一定要把病治好。你们就让我走吧。敏芝，如果你执意要走的话，就是还在生我的气。昨天晚上钟琪和我谈了很多，也谈得很好。已经发生的事情，任谁也改变不了了。所以，咱们就让它过去吧。如果再纠缠不清，失去理智，只能把事情越搞越糟。以前，我说了很多伤你的话。我想向你道歉，请你原谅。我今天是想代表全家人，请你留下来，请你为了糖糖和晶晶也留下来，好吗？好了，我扶你去病房吧。子晨的事要是不行，还有我和糖糖呢。糖糖，咱们俩马上去医院做个检查。好，也许我的配型应该能配得上。爸爸，那咱们就一边做检查，一边继续找肾源，这样会保险些。
等结果吧。你们两个人的肾和病人都不匹配。不匹配？那医生，我们下面该怎么办？继续找新的肾源。妈，你醒醒！哎，醒妈！妈！别急，别急，医生马上来了，医生马上来了。医生，来了，来了。妈！妈！妈，你醒醒啊！哎，医生，姐，你快点，快快快，救救我妈，快点，快点！先出去，先出去。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我妈，医生，啊，医生。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都别急，都别急，医生在抢救呢啊！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是人快找不到妈了！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医生在抢救啊！啊，在抢救。是什么？哎，医生，怎么样？医生，你能救我吗？现在，妈呀！告诉你好消息，肾源已经都找到了。因为女士呢自愿捐肾，而且呢，我们经过化验检查，各方面的指标呢，与安女士啊完全相匹配，所以我们决定啊立即为安女士啊做肾脏移植手术。你们可不能再耽误时间了，你们赶紧准备一下，好吗？哦，太好了。这个女同志叫什么？叫罗英。好像是你们家亲戚吧。哟，钟琪，我刚做完检查，医生说我的肾跟敏芝的相配。罗英。你问过医生没有？你得过心脏病，这能行吗？医生说，任何手术都会有危险的，人家当医生的肯定会这么说的。但是我自己知道，我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还有，安敏芝她未必能同意。她的工作我去做，我去跟她说。医生，病人情况怎么样？暂时稳定了。谢谢你，暂时稳定了。你们都别进来了，你们就在这儿吧。敏芝，师母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也穿上病号服了？敏芝，你没有想到吧？我的肾跟你的合适，也许这就是天意吧。因为钟琪和女儿，咱们俩注定无法分开，也注定要血脉相连了。师母，这怎么行呢？不行，我不能要你的肾。敏芝，咱们两个都那么不容易，上天是长眼的，会让咱们有事的，你放心吧。师母，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其实我是不值得你这样做的，你要这样，我一辈子也还不了你的情了。不要你还，还什么呢？
咱们不是一家人吗？你好好把病养好，咱们两个一块疼女儿，疼晶晶，好吗？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来，我也要好好的活下来。祝咱们两个手术成功。师母，谢谢你。都不要说。安敏芝的家属，是我，请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。罗英的家属，也是我。怎么也是你呢？他们两位都是我的母亲。啊，谢谢。等一等，让我跟他们说两句话。妈，妈妈，等着你们。放心吧。若依，曾经飘在这里。
你的话依然在耳边响起，你回来吧，这片大海在等你。你看见吗？你泪光中幸福的表情，你记起吗？过去的点滴留在这里，不要忘记，我一直那么爱你。你回来吧，我在这里等着你。还是真的。